其实算不算我对你真的很了解？是的，谢谢谢谢。我没讨好。没有，因为这首歌代表，因为我觉得写歌的人某一个时间某首歌代表他的心境。嗯，你知道？应该是吧，应该是。应该是。这首歌有一个方向，当时是锁定的是一个已经改朝换代了嘛哈。嗯。那时候开始流行一个那个网络歌曲。这个还是我老搭档小刘，小刘，然后肥刘啊，就是刘志宏还有刘思敏他们的创作，然后当时他们就是一个锁定，就是网络歌曲，因为当时很好玩，整个大环境变了哈，那个反而是很多网络的歌会红啊，我们这个唱片出完了，主打歌 MV 拍完什么，就好像船过水无痕，没什么感觉。那是用这个感觉来做的。嗯，其实我就是看一阵子一阵子他的歌，就是很多很多很多的歌，比如说他也是最能翻唱外国歌曲的啊，对不对？把花心唱成好像他自个儿的心一样的，他唱成花系列都是他花旦花的拼图。对，这个也很怪。对，对不对？这个让我欢喜让我忧，这根本是一个日本歌曲，对不对？啊，是。对，可是人家都以为是。对，都以为是哈，都以为是台湾歌曲啊。有很多歌迷后来去了日本玩，嗯，他发现他们也会唱花心。让歌迷说哇，他们很喜欢周华健的歌呢。然后刘总就回来跟我说，发现你的歌有日本版本，你有没有收到钱呢？我有付过钱，不过比如说我写的歌哈，明天我嫁给你，到时候后来真的有日本版就是了。哎，对呀， yeah. 明天我要。那可是花心呢，因为我唱了中文版以后呢，有印度版。哦，哇，巴拉巴拉巴拉，印度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哇， yeah. 印度版应该是、yeah. 是宝莱坞那种人唱的。对，现在给跳了。然后我会唱印度版的。只要你愿意。只要你愿意，让梦划向你心，来一起唱，撑起撑回来，只要你才敢爱，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梦划向你心，来，扩大，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梦划向你心。其实周华健每一次在演唱会的时候啊，大家制作单位都最烦恼。那，你只有让他写歌嘛，他歌上去别人唱嘛，时间好控制，对不对？他自己的演唱会上去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下来，他要讲话，对，讲话当中不晓得他是喘气呢还是想词儿，就讲着讲着就讲远了，对不对？就像下面一直画一直画。这次他们《水浒二》的时候有规定的是108分钟，大春老师他有一个歌词叫《浔阳客梦》，哎对，那一幕戏呢是吴老师呢是在写书法那个书法，然后后面就书法出现一样的，最后呢那个书法的笔啊一晃的时候变成两个。好像带着墨汁的这样子的彩带出来，哇，美！然后那个歌要跟他配合哈，我们那时候有个电吉他的 slide， 放出去这样哈，曾记楼头一醉，还以为身是水波间月一梅，哇，那个词写的真好，男人嘛，曾记楼头一醉，还以为。身是波迁月一枚，好出来了哈。嗯，如果先录花旦，唱起了头一醉，还一回，手势吗？老师，这是这个很有市场。这个真的很像那个哦，很像那个吧？哥，我看着都。哎，我们看到照片哈，你看了这个，对，这个剧的那个张力啊，就很厉害。哇，我就觉得这些年轻人，你们是何德何能可以唱到张大春的词，好，
周华健的曲，对不对？吴兴国帮你们排，是啊，这些孩子们。不过倒过来，其实最服气的是他们俩夫妻。我不知道他们那个工作压力他是怎么消融过来的。哎，真的我不晓得，他们俩怎么可以做这么多事情？因为他们也要比我们更先，其实我们是最后。压到最后排，最急呀、啊！一个比一个大牌，对不对？一个比一个忙。那真的是，尤其是太太那方面的工作哈、嗯，这个我真的是可怕的。我觉得、那个，我觉得你们背后的女人都是非常了不起的。就是 是，我们都很惭愧。是是。那哪里？我们没有找他们，找他们来今天。我们自己聊很开心。很开心。没什么负担。但是周华健，你晓得吗？我依稀还记得你老婆，我大概见过你老婆没有一两次，一次就是在华视摄影棚，他就这样等，戴个眼镜跟照片上，然后那个是过年特别节目什么，反正我记得他是穿了一个蛮中国式的衣服，很害羞很害羞，那个弟弟大概就这么大，对，那个时候就来，那。我们总觉得他不会说中文嘛，对，我们不敢说英文，老远只好说嗨，就赶快逃了。他说你英文很好、啊。小燕姐英文怎么那么棒啊？哎，嗨都会。哎，所以他现在中文怎么样？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，是吧？很好玩。我们家里是这样子的，我太太的中文一定输给我小孩的中文，那是一定的，对对对。那我的英文会输给我小孩的英文，哦，这个很奇怪的一个。哎，你儿子这么大啦？哈 ，Oh my god！ 这是我女儿，左边那个是我。小燕姐，哇！有了，我儿子出来了，出现了。啊，那个是你儿子？长头发那个是我儿子。哇！很大了，已经大了。可是你老婆，你看，她就是像外国家庭的这个女生啊、哦，是，就是规规矩矩的，到了几岁就穿规规矩矩的衣服。真的哦，他没有什么改变，好像是不是？是。然后过了40岁以后就该穿40岁的衣服，不像我们还在那里抓着青春尾巴。你们没有，你乱穿。我有。我们都有嘛，对不对？哇，小孩真快呀、啊，一眨眼他们就要，都有男女朋友了哦。哎呀，别提了。儿子大了又这么帅，一定很多女朋友追。嗯、那。没有他爸爸小时候在舞蹈社就是万人迷，就万人迷，对不对？他那个演那个许仙呢、啊，他每次打了伞，帮好几个小女生一起去轮流演许仙，你看看，啊，这是不是有点遗传性？他像妈妈。你知道，你儿子有一点那个古希腊那种很美男子的感觉。像爸爸。是不是？还可以了，还可以了，还可以。什么叫还可以？